今天是什么？草莓日啊？不，没有草莓日，昨天是鸡蛋之日。我们是来买草莓，不是因为草莓便宜啊，也便宜，是因为他家这个草莓特别好吃。今天是日曜日，全品10%off，特卖也 off。草莓还在吗？这儿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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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特上品680，多买几个，看看新不新鲜。有吃包西草莓，各种品种整的栽培的，香甜，冬天推荐。妈妈说昨天这个韭菜不错，再买一点做韭菜鸡蛋。黑蒜，爸爸好想吃这个，看看多少钱。538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、九个，不划算，算了，不吃。来吧，你要哪个汤？好，走。Okay, 看我这边有啥性价比比较高的东西不？半盒的可乐饼。傻小孩，嘎奇可乐。还有来可乐，可口是198，有点贵呀。百事呢？没有百事，只能可口的呗。爸爸馋可乐了，想喝可乐，好贵呀，咱们家。爸爸这个草莓的，拿一个草莓的吧。打折10%，还行，正常价的。不行，实在是馋，回来看看有没有好处，没有就把它拿下。这是什么呀？大海参呢？430。这边还有现成的呢。耶！哇，3.2毛多呀，还行啊，这不太肥呀。这块怎么还300多的不要脸？切这么碎的，200多这块就行，这块挺好的。这个小青鱼不能给我打个折吗？一天天馋的呀，哎呀呀呀呀！走，算账去了。好嘞，一转眼到家了，先来个小青鱼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再来个沙漠，救个小香草。